Senpai. C'est pour 2008. Ouais. Et de quoi? En septembre, on est en quatrième année. Wow. Oui. Le temps passe vite. Et on va rentrer en juin. Fin juin, oui. C'est pour 2008, au début dans 2008, à Paris. Chin Chin. Du sec ou pour la santé.差一点点。对巴黎有什么话的说一下。你们冷可以再冷多一点没关系。某些巴黎人很知道。我没搞，我没搞。几个屁啊，几个屁啊，都爱走了没？干嘛干嘛？巴东巴东巴东，永不会巴东巴东巴东。干嘛爱到谁我然后昨天被挤得很恐怖，对，真的很恐怖。昨天脊椎差点断掉，被后面一直挤，如果再撑下去脊椎就断了。然后下我下面有一个吓到，有一个对象他被夹住在外面。我下面有一个女生，欧巴桑，欧巴是女生，对，他就倒在地上然后看着我，真的、哦、那时候也我在那个女生，然后我就要靠我说我会不会要他，我就一直死命抓，就是靠给他干。然后最后我走之后，他下面去。欧巴桑本来半倒，就是一半跌倒而已。然后到最后，他是整个全部倒在地上。然后后面就有人说不要再挤了，不要再挤了。他是后来就从人群里面自己抽出来再走。然后后来第二个、第三个才是我，就继续走走走。心有余悸。真的搞笑。我没有看到。就平常就是那么大只一个人，然后就突然就是睡一半的身体开始。这是做梦也会想的。阿高，你要问你感想啊。我的感想。最残忍你。就是如果我能玩百万，我就把那些人打掉。动不了，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一条，我真的觉得后面有很大压力，就。对，那个。超恐怖的，有暴动的感觉。有。然后你要还没进去的时候，还在门前面，然后你是被夹在里面。对，就是整个在里面都不知道方向是哪一边，你要不知道怎么上车。就是哪边，因为我脚被卡住，我抽不出来，我就拿着脚拍，抽出来。我是最靠近门的那一个，然后当门开的时候，我有发现两个人同时压力，然后两个人被后面挤的要死，后来两个人不见了，只好顺势上车。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一群人卡在那。还不顾同学死活，柳丁赶快来，柳丁赶快来，后面挤了拔不出来，柳丁赶快来，还在讲风凉话。等一下，因为我真的以为发糕会自力更生，你知道吗？发糕不是女生啊，柳丁是啊。柳丁快来快来，不要跟人群挤。那他被挤在里面了，你也不救他，只能柳丁赶快来。没有，因为已经先占位置了。然后他来叫我的时候，我已经站在门口，然后看着你被挤。然后他就叫我说，妈妈先站位置。对，确定跟我比较，报告，你会觉得很那个吗？下次第一个给你站。哦，没有，下次换我挤你。然后把你的脚拉住，不要给你上车，在那边爬，给我出去，给我出去。我还行。给你体验看看被挤的感觉是怎样。我真的被挤到哎。一点点而已吧，真的就是一点点，就对啊，就是因为一开始挤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要踏哪一个阶梯，然后这里面有点距离，有距离，然后算了，因为你们不是在我旁边吗？后面跟上来就没有，而且真的回头看了一下。
很像九二一大地震那个那个，就是从断垣残壁爬出来的，是你们也在山崩地裂。其实我们想要赶快推一下上去，先推上去。哇，快快快，就那来不及，来不及。然后就正常，明天给我们去。大哥，不要急。来不及啊，来不及啊。对啊。然后两个都见血，在玩游戏的时候，照一下，你的。没有，没事。你现在怎样就不用，就血好像都被抽干净了。对。我的没事了，就是。哪里？就是这个比较深呢、啊，还有这边，还好现在结痂了。那换我，换我。我也一点点红红的。那我。就是不知道都哪里刮的。对啊，不然哪里刮？我会跌的。酒瓶，应该是酒瓶。我是铝箔的铁块。跟人家抢那个。抢到扭。对，真的很夸张。然后我跟好嗨。哎呀，这好可怕！我怎么冲关妈呀？吓死了。然后。真的强暴你的形象。然后我说，哎，干嘛红了？红了。我的羽毛衣也见血，它流血。输。昨天玩了什么？玩什么游戏？先喷啤酒，啤酒喷完再来是鬼抓人，是蒙眼睛那个吗？啊，那我们昨天玩不多哎，就只有没有木头人，玩蒙眼睛的鬼抓人，然后再来就玩红绿灯，红绿灯好像没有真的玩哎，他们不会玩。玩有玩，左一滚没了。对啊，就消失了。嗯。后来还有玩什么？没了，后来就想过了。跨2008跨年了。那就。嗯，哎、欸，按、啊、你的影片要。跟我爸买。都没有东西吗？你们冲向我那个，因为有那个手机有打光，所以只看到你们就冲向我的那里。好，那你再传给我。那你有拍地上那个字吗？你拍不到。不清楚啊。都拍不到。对啊。是我当场拍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字的时候，就是我今天看的时候。哦。然后后来散步。无意义的散步。对。没拖鞋。就只是走，然后又走回来搭 C 线，就发生了刚才的搞笑的事情。人生地人事件，半截式的八卦。然后到了杯线回家，杯线挺超久的。然后摊位没有开，我们走 C day 的门也没有开，学姐要走到侧门才可以进去。回家呢，我们没有直接睡，我们还要干嘛？假灰哥，宵笑，三点外搁假灰哥。对啊，就硬撑到6点才睡觉。对啊，还要洗澡，然后还在看影片，还在嗨。那就立刻洗澡。然后等我出来，我都还没准备好要睡觉，他们两个就已经破后狼到了困去了，然后还说报告你慢聊，然后两个人就睡着了，还好没有打呼，不然就会被我拍起来。没有没有吗？没有没有，我睡觉之前你们都还没，但是我睡之后我就不知道了。你快点打，快点打。没有没有，应该对啊，那应该就没有。手太累了。对啊，应该就没有。太空分那边，我们就应该是你们6点睡，我7点睡，聊那么久，然后睡到下午1点多，今天又吃吃喝喝就这样过了，然后现在的现在我觉得应该快11点，怕，大家都被怕，这边的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应该10点半，就这样吃吃喝喝就没了，然后今天又要过了，明天就要回家，再来就恢复正常的生活。你们留下了很多纪念品在我房间。